喝的什么呀？喝的奶，是粘的奶。哎，别傻了，别傻了。哎呀呀！这是胡萝卜，老邻居给的胡萝卜叫喂狗的，人吃都人吃就是有点发芽了，吃还行，就是小，个小。发芽的人还能吃吗？吃没事吧，俺都吃没事啊。这给狗做里边的啊，那狗能吃吗？能吃的，没虾。胡萝卜发芽了还能不能吃啊，朋友们？能吃，人都能吃。好几次三瓶四瓶。妈妈，你尝一口吧。给小狗再煮一煮。再尝一口。有朋友说让狗狗多吃点胡萝卜。我爱吃。啊，你也爱吃胡萝卜。啊。好的。还有一瓶。那还有一瓶呢。哎呀，那么多。给点让干点的。老邻居他家的胡萝卜，不吃了，给我们让我们喂狗吃。笑笑生吃的吗？生吃的，还甜。不过再搁还是发芽了，一大春就发芽，还有地瓜子也得煮。整了一大锅，哇塞，还冒着热气嘞。嗯。你很热了，现在很热了。哟。哦。底层是整的那个什么？豆渣。哟。光是豆腐渣。啊，豆腐渣。给他们掺和着吃。就说掺着吃，再掺的够量。嗯，咱就剩点狗粮了。对，因为农村人养那么三条狗也是很不容易的，得多些吃呗，种那些地瓜子的都给他吃了。也没法，既然养了，就善始善终。不能像有的人，就是养着养着就直接卖掉了，或者是。把它抛弃掉了，扔掉了，这样都不好，都不行。你这会人有吃的，要没吃的话，你还不能给他那生活好了。这时候比没人，可能没人谁能养起个狗了，天那么大。哎呀，哎呀，下面是煮的胡萝卜，一会儿都是他家了。嗯，还有水呗。我看看，整那个肉蛇娃娃行吗？嗯，那不是好啊，好着呢，体贴着吧，嗯，人都可以吃，胡萝卜，好人参，小，吃胡萝卜吧，啊，哎呦，不好挖的还。三个了，四个了，五个了，整五个这行吗？你想吃土豆啊？那个好的。你吃点萝卜吧行吗？萝卜也得抓水果。给你个萝卜。不要吃。很好吃啊。甜，酸甜。不咸，啥甜？咸甜。咸甜还不吃？这萝卜还糯吧？糯萝卜的。啊，烫热。能了啊。搁里炸着。萝卜能能。烫热。你要好的土豆，好。这边你这一吃就没用。哎，个人吃个人的，你转，啥都转悠过来。把它给他，转给他，让他吃。好嘞。你个老老又可多，真的。你这么多点了。你不是来了，
皮皮瓜吃完了，皮皮它吃的慢，所以让它提前提前吃了一点，不然的话别的狗吃完了就会抢它的。壮壮的也快吃完了，樱桃也吃完了，樱桃樱桃也吃完了，壮壮有点少啊，壮壮，我先烫火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傻？哎，你傻！啊，起来，你起来，你起来，不能吃了。啊，樱桃自己的不吃了，让他爹吃去了。自己吃那个掉地上了。起来，你起来，你起来。哎呦呦！